然后可我玩一代，后面我就没有玩。玩家，先打个普通一点的好了。我这次做火影真的是强，真的是强。我之前玩阿修罗之路，阿修罗之路是 QTE 之路，还不错啊，但是它比较不像游戏哦，它比较像是互动影片。可能是动画的影片剪出来的。成長の道をひた走る。しかし、忍界は混迷を迎えていた。暁を名乗る組織が、九尾を含む九体の美獣を回収せんがため。对，我不知道尾兽怎么来的，我也不知道尾兽是干嘛的。大戦の炎が放たれた。ひとたび放たれし炎は。とどまることなく燃え盛る。我有看到八尾那边啊。我记得八尾是一个大叔的尾兽。三河热血就对了。打黑客不是结束了吗？嘿，我记得好像结束了。欸，后面有一片主角是哈塞欧的那片我玩，但是我没有打完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好准备要考大学，所以没时间玩。阿修罗之路标题是动作剧哦，靠腰啊，靠腰啊。对啊，他如果这样讲是没有错啊，真的是挖了完美的一格洞啊。对，阿修罗是CC2做的，对，所以我才会讲阿修罗。八尾是哦，人终极风暴三开始，好感谢。八尾啦，不好意思。好，那找时间我补一下三代好了。反正三代现在应该。不会吧？欸，三代是不是有 PC 版的？应该已经有 PC 版的。世界にはもはや希望も未来も名のある英雄もいらないのだよ。現実。这片的字体选的真的好，他中文字体选的真的是有。俺には父ちゃんがいた、母ちゃんがいた、エロ仙人がいた。ガキは英雄に憧れるもんだ。然后都靠游戏补火影，我知道，很多人都说游戏才是本片。我也是这样打算的啦，我就是这样子才想说，就是那就买个游戏来补。我是这样想。对。所以这关是只有用看的，要不有现在开始而已。字体我觉得真的太小了，那是因为我现在坐在电视前面，要不然我觉得字太小了。哦，怎么感觉有点燃？还可以换人。哦，怎么这么帅？怎么好像怎么会这么帅？天啊，我看一下，替身术打击攻击，摔直是。防御崩溃攻击，危机地是防御。哦，终极三好 ，OK， 那我找时间补一下终极三。格拉手里剑，好像很酷欸，打回原地替身。哦，三代有才有中文 ，PC 走汉化，好，感谢。PC 走汉化那就算了。哎、
哦，投掷技好有点帅，投掷技是九尾出来咬，干。上下左右是要干嘛的？触れさせん。苦しそうな顔してんな。どういう意味だ。等一下。对啊，四代好像就是看，好像我听说就是剧情超屌，而且那个时候我看 demo， 我觉得非常的热血，非常的热血。大抓鸡，哇，这个有点硬，这个我再找时间研究一下。黄色闪光。收益，尾星，尾兽行星螺旋手里剑，干这什么鬼？もし俺の考えが正しければ、奴の正体は。カカシ、お前が今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は想像がつく。だが、そいつは置いとけ。今は干渉に来たる暇はない。これは20惑星啊、这什么鬼？这什么鬼？哇塞！果然是画地图游戏耶！干！我靠！这什么鬼东西啊？干！终极风暴山最后面是不是 ？OK！ 哇塞！干，好炫哦！所以火影漫画已经画到这个水，已经画到这个样程度，对了。火影四应该还没接结局吧？因为卡通都还没结束。奥义很酷哎。少し遅い。無駄なことを。バカな。もう逃げらんねえぞ。そうか。さっきの影分身は俺の攻撃じゃなく、やつのカムイで消したのか。カカシめ、俺との空間がつながっていることに気づいて。てめえは誰だ？お、それは認識だ吧。通常会戴着面具，表示应该都是人士的。老师哦，哦，漫画哦，这边有接结局。お前は。オビト。有宝。现在是儿子的故事哦。对啦，好像现在换他儿子了。获得金额，所以这金额是要干嘛的？奥义集中一次。